下午好，你可以想象四岁小朋友为三岁小朋友口交的事情发生吗？这件事呢，就在马六甲发生。11月7号，一名32岁母亲亲眼目睹她的三岁儿子被人口交，而对她口交的竟然是年仅4岁的小朋友。这名母亲呢，告诉《星报》，上个月孩子向她申诉下体疼痛，不过她当时不以为意。她之前呢，也从其他邻居口中听闻这名4岁小朋友会对其他人做出口交的行为，没想到如今亲眼目睹。这名母亲透露，她把事件呢告知四岁孩子的父母，希望对方呢纠正孩子的行为时，对方反而说她捏造故事，更挑战她去报警。事件发生后，她的孩子经常会摸自己下体，让她必须随时注意孩子的行为。无论如何，身为长辈和家长的我们，还是得时常注意孩子，以免出现偏差行为。更多新闻，请继续留守百个时事。